I'm Bill Jong,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Getting a COVID vaccine can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Now, visa overstayers, including undocumented workers, can get vaccinated without worry. From December 3, 2021 to January 31, 2022, overstayers may get vaccinated without being reported, detained, or banned from reentry. Please get your free vaccin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ose with ID documents may go to designated hospitals or vaccination sites across Taiwan. For those without ID, please scan a QR code below to contact an NGO to sign up for the vaccine. Getting vaccinated will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宝哦啊，今这个金纳里哦，圣公金尼啊，哦，是雄伟金刚啊了哈、哦。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啊，先跟大家先拜个早年哦，希望大家哈、哦，在新的一年啊，又是不一样那当然，我常跟大家谈，就是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说句实在话，股票的操作。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了，啊，对不对？那当然我，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讲，就是说，哦、呃，想法很好，但是要跟获利，啊，你这金价被探紧可能又有一段距离。哦，有时候你看看，比如，哎，有时候有时候我做的很好，有时候觉得，呃，搞做的不好，对不对？那其实你家总算一算，说句实在话，到底是有没有赚？那当然就是，哦，这个个人的冷暖自知啦，是不是？ 那我常常跟大家谈，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呢、啊，你的一个观念很重要。观念，因为你观念是最重要，让你的一个获利啊，能够比较稳定。你是讲我今天探探就追，啊，明天来料我们料就追，对吧？你有没有问？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的观念不对。所以的观念就是说，你必须要去了解到现在整个情势，因为股票是，一股票是一日日变的。 哦，它股票是一直在变的，它不像说，它不像说它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哦，所以股票好玩也在这边，这样股票刺激也在这个地方，它在变的，所以有时候我陈老师在这个市场上这么多年下来，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啊，很多人觉得说，哎，我今天买绩优股就一定是对的啊，当然绩优是很好，但是你要看它现在什么价位嘛。 哦，你要看它现在什么价位嘛？我这样讲嘛，国剧好不好？国剧很好啊，每年都赚钱呐、啊，对不对？但是一千块以上的国剧就不好了嘛，对 <laughs> 不对？宏达电好不好？宏达电对不对？台湾唯一的啊，可以跟国际 compete 的这种啊，这种自制的智慧型的手机，对不对？H T C 怎会不好？但是一千块以上就不好了。 哦，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你去跟我跟他里讲啊，我这个东西就后就后就后哎，信是不信啊你？那当然，我正好是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一直在看，现在美国到底是诶哦财报周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我常常跟大家谈，就是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一百块的特斯拉很好，到一千块是不是很好的问问题在这里？二十块的长隆阳明很好，对，两百块以上的长隆阳明是不是很好？ 对,对，三十块的万海很好啊，今天到了三百块的万海是不是很好、啊、哦，所以股价基本上来说，对它是反映所来的基本面没有错。但是你要去看，看什么就是未来的嘛。它的业绩再好，但是它支撑不了它的未来，那也没有用嘛。所以你在二三十块的时候，你就该买长隆、阳明的嘛？为什么？因为你看得到未来会涨到两百嘛，对不对？那你等到两百以上你的喉狼谈了后啊。 因为已经到了两百，就已经反映了它涨十倍的这个啊、哦。我不，比如说啦，当然是这样子。那那我今天跟你谈到一样的一样的道理。你现在要看，不是看说啊，我现在啊哪些公司业绩已经很好了，已经涨了很多了，那不是重点了、啊。重点是你现在去看到说这个东西，它在未来人家没有看到的，不是讲大家拢知道，今日大家拢知道是要有这个大家拢知道是,是。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常跟大家谈，就是说股票难就难在这里，什么叫什么叫未来？哦，所以你现在你目前要知道了解到一个整个的一个国际形势，是说这一次你看看为什么美国的 Nasdaq 被办重灾区，因为它涨太多了嘛，它涨的比刀 Jones 还多。你说刀 Jones 有涨也就还好嘛，对不对？严格讲起来也就还好。 但是废办那 ST 跟费半那涨的那是非常的不得了，哦，所以它涨太多了嘛，所以你说它重灾区为什么重灾区？那一样的道理，我今天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不是说你一直看财报的问题，涨太多了，所以你现在你必须要去了解到说，即使它现在目前来讲，包括美国的费办包括美国的 ST，哦，很多人说啊，因为什么啊，又哪边又哪边有事啊，什么对乌克兰怎么样又怎么样。 那我觉得怎么样？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了。哦，大人玩大车，小人是玩小车嘛，是这样子嘛？哦，你说要发生战争这种事情，是大人在玩的嘛？是不是？真的？真的？我们我们我们这种人，说句实在话，我们是我们是小老百姓，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一块你就不用去担心。你要去担心的是什么？跟我们有关系的疫情，跟我们最有直接战。你说乌克兰跟俄国这个问题是？ 对不对？这大人的事情嘛，就像两岸那是叫大人的事情，那大人的事情你就不用去再做操心了。但是我们要做股票，我们一定要操心什么？我们自己小老百姓的事情，那才是真正你现在面对到的嘛。那我陈老师有讲过，你更鬼，最跟我们最最有贴贴身，不是战，不是乌克兰的事嘛，是什么？疫情嘛。所以这个疫情现在大家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边猜测，这个 r m i c o n 是不是最后一个了？ 你甲我讲实在话，伊当初新冠武汉肺炎都要开始，大家嘛讲这这结束都无啊嘛，对哇？到尾啊，你看这邊这边这边又又是什么？英国的疫情，又是南非的，又是什么 Delta，又是什么哦，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一直跑出来了嘛。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是,是说，现在我们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来说的话，你要去了解到一个重点是，我看它是不可能结束嘛。 这个美孔，我我认为下一个一定会有,有突变的，还会有的。所以，我一直我就在最近，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变成怎么样？这个这个生计肋骨，它已经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我我认为,我为，我更在认为，台湾更在上强的，你知道吗？台湾上强的，任何事情都走在全世界的先端了。三十年前。 台湾知道发展高科技，不不不，高发展这个电子电子高科技。对，三十年前台湾知道要做台积电，三十年前台湾知道要做红海，三十年前台湾知道要做这个 IC 设计。但是三十年前我们走对了，那走了三十年了，起码逮流买羊走啊，对吧 v i g o 马公连 Intel 都说他要准备要开始做晶圆厂了，这都已经晚了，我们三十年了。 所以可见的怎么样？台积电能不能再买？我不要再讲太多了嘛。三十年前你买台积电是对的嘛？三十年前因为全世界都不做台积电，只有台湾在做台积电，那你买台积电是不是对的？对嘛？那现在台积电已经到了这边了，全世界都说它要做了，那你现在在做它干嘛？我这样就讲你就懂了嘛。那台积电好不好？好啊。问题是它的未来性在哪里了嘛？ 你三十年前你看台积电是有未来性的嘛？你今天连 Intel 都 Intel，你为什么三十年前你不做呢？现在连大陆都要做了，美国也要做这半导体啦，金源都要做了。那你现在,在你现在再去买台积电嘛，就不对了嘛？你现在,在买台积电联电，那对了嘛？那就不对了嘛？那你三十年前买联电台积电，那是对的嘛？那现在目前来讲，台湾的电子股现在大量马路跑走啊嘛，跟美国马路走啊嘛。 在全世界，今麦拢在做点猪狗啊嘛！啊，你今麦你电猪狗，台湾的点猪狗就变成啥？啊，你我讲你就啥艺术但是今麦在晚上，台湾今麦就像三十年前的，就像三十年前的点猪狗。赶快，台湾现在是处于怎么样？生计，台湾的生计现在是领导的全世界。台湾都还没做哎大陆都还没碰生计这一块。美国说句实在话，也就那么几个药厂。 所以你看，全世界，你说真的，严格来讲的话，你不要说笑高端、联想这种东西，各位投资朋友，这是台湾人的骄傲。那台湾人包括怎么样，很多的病、很多的东西，都慢慢的会越来越多的发展。你要买，你是买未来信。我陈老师在三十年前，我介绍人家买台积电、买红海之后，人家不买，因为光被被被说啊，要看看看不到前景啊。那时候大家只爱买什么？买金融、买船产、买买水泥、买塑化。 一当中，我三十年前咧做营销，我甲人介绍讲，啊，咱来买一个电子股。这怎么叫电子股啊？我、哦、红海，红海，我三十年前我第一日介绍电子股，无人要买啊。我、哦、红海是啥？红海咧土城，有一个土城，咧，不是咧监狱，要买什么红海？无人要买啊。对不？那个时候说句实在话，二三三零台积电才三十块，那台积电，台积电那个会赚钱吗？年年亏损，盖那个晶圆厂好几亿，那怎么赚得回来？ 对不对？那你现在你再去，你看得到，已经看得到了，你再去买台积电红海嘛，不对了嘛。所以我今天我要跟你谈什么？谈什么？你现在你看到这个阿美康，你欧美康，你现在看到这个所有的新的病毒一而再再而三，每个人都说要结束要结束，结束个屁，根本不都不会结束好不好？欧美康他还有小妹要出来了，大比小新的小妹更强，我跟你讲。 小妹听说要出来了，对哦，因个公公呆呆，你你现在我跟你讲，全世界说句实在话，第一个航空股你不要再买了啊！什么什么旅行社的，我跟你讲，那个大概我们不知道讲什么。那在、个、那个、那个、那新、个、宇、那个那个、航空，我看他他亏了快快快,快，张国伟亏了快一百亿了啊！哎、欸、哎、欸，我看我看那民上嘛袂使啊，新宇航空，真在新宇啊。 弄 <laughs> 变星星啊了啦，那名字都取得不好嘛。新宇，对、啊，在长隆待的好好的，他硬要拍，硬要这，对吧、啊？我要自己来，我要自己来，哦。啊、我看他拿到那个遗产，大概全部都赔，都都赔光了，都赔光了，都烧光了。新宇航空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很多事情我常跟大家讲，就是说你看不到嘛。 对不对？恭喜宅，这是不是这样？你看那个张刚为那个远航，为什么就搞成这样子？新宇航空，那、那、那，你看现在一堆人都套在航运里面。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什么？这是未来台湾呐、啊，你知道意思吗？希望之所在嘛。你要看台湾未来三十年，一定是看生计嘛。我今天不要跟你讲说啊，生计会不会大涨？但是我敢跟你讲，未来三十年都涨生计。 我陈老师，我今啊里我三我做三十回，我做老师，我今啊做甲要六十回啊，我做三十年啊。我心知道我会使做偌久啊，但是我今啊来讲，我哪是使做十年、哦、做那我做到七十年？我认为啊，未来十年啊，升绩大年。未来十年，未来不要说二十年了、啊，未来十年，我认为生绩股啊，各位你拉回来都要买。 就像我三十年前敢打开工点足够赶快呢？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升气股，这也是我们蔡蔡蔡总统对不对？全力扶持的嘛。你看看我最近跟你讲嘛，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昊顶你看看昊顶有没有量？没有量啊，现在一百多块。我跟你讲，你小心这个以后啊，赶上台积电不是不可能的。我讲话没人信呢。这个以后我跟你讲赶上台积电，我都敢讲。 我跟你讲，以后我跟你讲啊，以后它以后它变成六百块，台积电啊。我跟你讲下来变成三百元。我是跟你讲真的，未来十年啊，未来十年台湾看生计，台湾未来十年台湾不是不奇跨点住啊啦？Intel 对吧？Intel Intel 你现在要做晶源代工干嘛？你神经病啊！你三十年前都不做啊？所以可见的这个东西，这个晶源代工这个东西，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会会变成一种。 黄昏产业了嘛，因为大家都在做了嘛，对不？我今日来讲实在对啊，曹黄人能冲进利基店，对不？急片骗咧，告起真够吓死去。他、啊、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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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到有一天他说：“哇，供不一，这功过于求了、啊、哎呦，他、啊、说：“你在下来在成为利基啊，你扒起来啊，你吓死去。”结果一集集拢认你啊，呵呵，国甲以前同款，别画起上别安话。 哎，一千二的国际陈泰明，我们有追我追十年，前期第二天就卖了，一千二掉到剩下两百。王雪红，王雪红，我的宏达电一千二的时候啊，一千二的时候，靠黄小武、周永明尾牙跳步，我们，哎，这在尾牙赛还请昂杀呢？我们要雄心壮志，我们绝对要超过 iPhone，我们要超过三胜，三胜，我们要超过 iPhone，又要弯，又要按按按按钮。 春沙涨高，宏达电、清理春沙涨。那威盛啊，以前到七百，你知道？二十年前威盛冲到七百，掉下来剩四块。春系高。王雪红是亚洲 top ten 啊，金莎迷的这个女强人呐、啊，被封为《时代》杂志里面王雪红女强人。 千五块的红塔店，那个存三十；微盛七八块，那个存四块。所以，对吧？现在取消兰买只一粒花，环球金哦、喔。做我知啊，你想要一个一个倍千啊？你嘛倍八百？你想讲一个倍千哦？上二啊？可是我常跟你讲，就是说，你有时候你在看东西、似乎你看的是什么？看的是现在。 你见你能够看得到未来吗？第一个疫情，我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春节哦，说真的，一定疫情就会更是，更会严重了。啊，建物一点被啊，建物一点被台积电啊，为嘉美逃税了呀。其实政府你应该要帮助台湾，要买一点生计、啊、因为说句实在话，你现在一直在买台积电，你政府前一直从一百多块、两百多块、三百多块、四百多块、五百多块。 当然，你保住了你的选举的这个，对不对？现在民进党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股票了嘛，就是台积电了嘛。讲股票干脆就讲台积电的嘛。民进党这这八年，这这几年下来都是小英这几年就是引以为傲，就是台积电，不能讲台股啦。我们讲真话啦，就是台积电的啦，一人护台积电啦。但是你护到最后，你国家的钱一直扎进去，一直扎进去，国安基金、八大行股一直买台积电。 你你你你你国家的钱你要不要？你挣了、啊、你要不要回来？说真的，这也不错啊，这也是国家全力扶持的、啊。你干嘛一直买台积电呢？你国家的钱你可以台积电卖掉一点嘛，回来买一点。哎、欸，这个生计也是我们国家，也是小英总统，也是全力扶持的嘛。你不能说对不对？联雅高端也是小英总统那不然一连被台积电累积对不對？啊，为什么一挨一挨连被啊，头都碎落啊？ 啊，大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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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全世界有问题，那在卡股票卡一路的时阵，咱台湾的总统不是总统啦，咱、啊、台湾的这种、个、台积电啊啦，台积电有对哇？哎，人家现在 Intel 都要做做要做,做,做都要做了，呢，都要做半导体，都要做晶圆了，intel intel 呢？对不？在那个在在在,在那个哪一个州，对不对？已经开始要要要要那个，而且美国还补助他呢。 美国还补助他几千亿呢，要盖晶圆厂。连三星，三星现在你看都买那个买那个做晶元代工的那个机器啊，那个三星啊，对不对？你这个以后台积电的竞争非常是大的呢。你现在连电先死，接下来又死力基电，到最后死一片。所以你今天你一定要台湾，你看看第一个，我不是跟你讲疫情的关系吗？ 你这个春节你不回来了，我跟你讲，你认为这个数字会变清零吗？加零吗？大家拢出去剃头啊，起码大家掐拢备好啊，拢准备，明仔载今啊你就开始有人呢剃头啊，不会懒到不会爆炸吗？这个疫情啊，那你生你你年后你等到要买生计你会不会买不到了？你会不会买不到？你会不会买不到？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三支嘛，生计加电子宅经济嘛。 三支股票，今天赶快来要！我陈老师怎么说？我昨天没有讲过中裕浩鼎吗？我昨天没有讲过中裕浩鼎。我在小英的最爱，我昨天没有讲吗？鹰眼梁啊，我昨天没。好、啊，我跟你讲你种东西，你跟你杀你电子股，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啊，那足多啊，紧买电子股，唔、嗯、是即个道理吧？ 对不对？法人电子股也买很多，陶信也套在里面，法人也套在里面，政府也套在里面，全部都套在电子股里面，所以他们一定会拉。这就,就是因为法人、投信外资全部套在电子股里面，他才要卖啊？他怎么拉？他已经买满了在上面了，他反手杀吧？他怎么买？买再往上去买，往下买，没钱了吧？他没钱怎么会掉下来？所以这一次叫什么？蚂蚁搬家啊！ 什么叫蚂蚁班这样？大户拢未掉啊，拢斗斗拢斗，这不是大户啊，大户拢斗货一啊，斗货一个法人啊，大户这一次啊赚最多了、啊。大户呢钱多的不得了，就全部都倒给法人，现在投信也套，外资也套，自营商也套，国家的钱也套，全部都套在电子股里面。那他们怎么啦他们也没钱呢、啊。对我们国家还要赶快买武器的，现在你看台积电买的满手了，然后这边又要买武器。 台积电以前一百块你买满手是没关系，现在是六百多你买满手，那就要六千亿耶。那这边也要花六千亿买 F 什么 F 十六的，是吧？在台，你现在你现在然后现在要过年，所以我就跟你讲，你为什么你看东西要看得远嘛？你不是说嘛，我我生气我不爱买，我这天不是生气你爱不爱买嘛？你认为这个疫情会结束吗？我认为应该不也不是这么简单、啊。 那到时候那些大户的资金，他一定会回过头来怎么样？他一定会找个避风港所以，陈老师，我昨天跟你讲这个东西，你要记住了，把它记住了。现在二十多元，现在二十多元，我跟你讲，这个以后啊，我挣这国家的，你就记住健康第一，亚洲第一啊。这个为什么？才二十多元，这个会不会是以后的阳明长隆啊？这个会不会是二十多块的明年？ 在虎年二十多块的长隆跟扬名，卖光医药跟冷霸，不是不可能的。哎、欸，我跟你讲，新的一年会有新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以后我跟你讲，我怕你连买都买不到。现在二十多块，呃，我我,我跟你講我在歪的那边，一点点边航航空股，是，你认为欧美恐会结束吗？你小心下一个变种又来了。啊，他不会，他不会死人，不会死人，不会像我惨的。 那传染的更快了，所以我陈老师一直跟大家谈为什么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谈，你赶快打电话进来，把电话打爆，给你三支升绩加电子，给你三支升绩加电子啊！我陈老师我讲话我就跟你讲，你看看今天，你看看今天，你看看吧，我张伯够吗？小心过年以后升绩肋股啊！我跟你讲进可攻退可守，我讲我张老师想跟你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美国也也是高哎、欸，美国就算反弹也是要卖。你觉得美国反弹不用卖吗？美国我觉得也很多人套在费半跟 Nasdaq 里面呐、啊，到 Jones 我觉得还好啊，哦，到 Jones 还好、啊，我觉得 Nasdaq 跟费半还是很多人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陈老师给大家这个赶快来要，我跟你谈的东西你要注意就好，好不好？你现在你要注意到二十多块的股票。 它未来，它未来，它有什么大的利多？二十多块还能有大的利多，那才有用嘛！你不要一直去买那个两百多块的东西有利多，已经涨到两百多有利多有什么用？都已经涨到一千块了，有利多有用吗？二十多块有利多，哎、欸，这这咋意一咋意思？国发会的一意思？哦，我跟你讲啊。 二零二二年最重要就是健康第一。二零二二年记住了、哦，那亚洲第一是谁？台湾嘛，你就把这两个字把它拼在一起，对吧？富吉康哦，郑老师啊，绩优股几下又四一三零。我张老师跟你讲，你要找便宜的好不好？那今天呢，给大家这三只股票，赶快来要，把电话打到爆。今天把电话打到爆，有没有听到？把它打到爆。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music> 二零二二五虎贺新春，九九九黄金专案让您纵横股市五虎虎生风。二零二二虎虎贺新春，九九九黄金专案让您纵横股市五虎虎生风。黄金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八五一一三三六六。l i f e 直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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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 e 直播。 来不及，来不布置，地上线。 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顶业投顾，全心照顾，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各位投资朋友，我跟你讲，你打电话进来有多重要？打电话进来有多重要？各位，陈老师要给你的，年后好好注意，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